在南部呢就是减重嘛，然后在北部都是不常见的东西。那来到那个北港这里啊，第一次看到有人把皮蛋放到窗边里面蒸皮蛋面，我觉得这是真的挺特别的。然后吃起来那种 QQ 的口感，然后搭配它的糖水是来自那个自己酿的凤梨的糖水，然后整个吃起来非常的有古早味，然后有点像在吃蜜饯冰的感觉。